网页版型设计承载着企业形象，它必须要能传达理念，便于使用以及具有美感。道理大家都知道，但是轮到自己动手时，却遇到一堆困扰。不了解网页版型配置的要素，导致重点不明确，花很多时间设计 RWD 网页版型，却做不出想要的效果。市面上虽然有很多设计工具，但哪个才能高效率完成各种版面呢？别担心，这门课就是要解决这种困扰。免写程式，免接触不熟的软体，只要活用 Photoshop， 即可完成各式 RWD 网页版型设计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干章老师，从平面设计起家，并跨足网页设计，也拥有多年的教学经验。我了解从平面设计转为网页设计的种种难处，让我带着你迎难而上，用设计人所熟悉的 PS 软体做出好的网页吧。课程精选三个常见范例进行解说。范例一，建立网页版面配置的观念，学习三栏式设计。再利用 Photoshop 内建切图神器影像资产，一键完成切图绘出。范例二，学习随着装置解析度改变版面的 RWD 网页设计技巧，达到最佳的浏览效果。范例三，分别设计 Header、 Content Area、 Footer 版面，并做成范本，后续就能随时应用，任意组合，工作更有效率。只要 3.5 小时，三个范例与一套 Photoshop 软体，就能做出任何你想要得到的网页版面。快加入课程，让 Photoshop 成为你挥洒创意的好帮手。